大家好，我是董正龙。那在这次的影片呢，这次的产品当中，我们要发表的是这个 3D 立体的图形。那你知道吗？在做网络行销的时候啊，事实上我最怕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版权的问题。不管你是要引用别人的文章，还是特别是图案的问题，事实上，如果你都只是纯文字，没有放图案，事实上，这个网站看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专业，那么吸引人。虽然我常常都为了要找那些图案，到底哪里有没有版权的图案，那在 Google 啊搜寻图片，好像有一堆图片，但是它其实都是绝大部分都是有版权的，所以其实非常让我困扰。那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啦，这个就是 3D 立体的男人的图，这个基本上是个男人，呵呵，男性的话，那这个啊是我们在做网络行销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的图形。各位，我现在慢慢卷给各位看，你就会看到说，哦，它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多元。事实上，这边有100张图。那你把这些图案啊拿来作为你的就是文章的首页啊，文章的那个缩图啊，还是销售页啊，还是呢你网站的一些美工啊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那更好的是呢，在这个套组里头，我们提供了两种 size， 两种不同版本大小的同样100张图，所以单单这个就有100多 mega 的档案，非常庞大。而且我们还送你额外还有一些很惊喜的图片给你。那希望呢你会喜欢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呢，现在更好的是啊，这些图案啊，你不只可以拿去个人使用。而且你还可以拿去卖，我们授权给你啊，你可以甚至去贩卖这个产品的转授权，你可以让别人去，你可以卖给别人，然后基本上只要卖出去一份就还本了，所以这事实上，现在这个交易是非常非常非常划算的。那我找了我事实上很久以前就知道 3D 立体图，只是我一直找不到这个，所以我现在啊好不容易找到这样子的图库，而且可以拿来用比较低的售价卖给你，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我以前就觉得这些图案非常非常之可爱，对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希望你会喜欢，我们这次图片就先讲到这里。再来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女生的版本的3D 立体图，所以如果你女生的话，你想要用女性的图的话，这边也是帮你准备好了，而且同样的，我们也有100张图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妙。这女性呢，像这张它会踢脚，对吧？你可以把可以发挥你自己无穷的创意，说看要怎么去使用这些图片。在你的网络行销或者是任何美工这方面的问题，你看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图案，女生的也是蛮可爱的，而且它的设计啊，女生的图跟设计的跟男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基本上你是可以搭配的使用。好，那希望大家，而且同样的再强调一次，这个东西也是有转授权的，你只要购买之后啊，再去。你可以授权卖给别人，那当然基本上，在这个原本的版权里头，它有限制说你一定要卖一定的价格，不可以免费送出去，这是保护大家，拥有这个转授权的人，大家都可以获利。那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200张，男生女生各100张的这个 3D 立体图形。那现在请就在下面有订购的按钮，请立即购买，谢谢。